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君。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哪个植物组合能击败十万血量的冰车僵尸，前提是不使用地刺与地刺王。组合一：30个回旋镖射手加30个卢离药师。组合二：30个大喷菇加30个西瓜投手。组合三：60仙人掌加30个冰西瓜。组合四：30个机枪射手加30个蔡问。组合五：30忧郁菇加30火炬树桩。挑战开始。组合一：组合一挑战失败。组合二。组合二挑战失败。组合三。组合三挑战失败。组合四挑战成功。组合五。组合五挑战失败。